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51集的节目。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不好，我连续两天呢掰坏了两个玩具，原本预计要做的玩具呢都在录制的过程中被我弄坏啊，心情非常的差啊。天气又刚好变得很冷，情绪非常的低落，所以今天的话呢只好做一个反过来的玩具分享，好吧？今天的话给大家做这个极小变形的，它呢。包装盒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家熟悉的 Atomos Prime， 然后但它里头的内容物呢却不是啊，而是旁边的这个 Size Wipe。 对，玩具的体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小。哎，过来啊，离我们好远啊，体型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啊，这个比我的一根小指头都还要小，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迷你的体型了，也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Size Wipe 四位波。那这是很到底是多久以前的玩具啊？应该是很久了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可动啊，手臂的360度的转动啊，甚至360度都有点困难了，这个地方要稍微躲一下。那脚的话呢基本没有什么可动啊，就脚尖可以掀出来而已啊，是非常非常非常迷你的袖珍的玩具，但是它一定有它的乐趣啊。这个如果你小时候有这个回忆的话，就肯定是满满的了啊。那我们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吧啊。它的变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前面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挑过来，然后呢这个两手回到这个位置往内部压下去，那两侧都一样，把它给压下去到这边，好，压进去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把它给推进来，咔，然后就完成了它的一台 Lamborghini 的跑车的变形啊。这里还没有，这里再把它推进去。好，滚动性呢基本上没有，因为它这个轮子是假的啊，只有造型而已，非常漂亮的车子。然后它的包装盒就这样，这么大的一个炮壳，然后收纳一台小汽车，这样连这个盒子我都能够盖的方向盖不对啊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瓦楞纸的包装，我们再把它给放起来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对，这样子，好，很漂亮的一个包装盒。最后呢就把它给放进盒子里头。一般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是做玩具的开箱嘛，当然今天我们把它回合，所以这是一个关箱文。好，我知道不好笑，对不对？天气很冷啊，为什么我还能讲这么冷不好笑的笑话呢，对吧？好啦，那就反正就是今天心情非常的差啊，这个连续两天弄坏两个玩具，真是的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聊天聊到这里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